归去来饮好梦，酒杯中影要醉的人。你大部分的客户拢是查某的。是吼，你无讲我煞无注意到呢。除了有一部分的客户介绍因先生以外，大部分拢是查某的呢。是安怎样呢？我都唔知影啊。无得卡是这婆婆妈妈来催我，除了投资理财以外，佫会甲我讲厝内面的代志。啊，加阮三姐妹哦，较早拢常来咧讲啊，所以就用咧做因的婚姻顾问。无得卡是因为安尼，因才会对我特别信任呢。对吧？这就是以前讲的所在啦。你们有丰富的专业知识，而且对待人哦，诚恳佮亲切啦。我也是着讲哦，你以前为着我，伫阮厝的灶骹落地骹，我着感觉讲真正是缺失人才。哎，我落地骹，还佮有栽培行李拢做了足好个呢。我知啦，我是感觉讲，这是你真正舞台啊。啊，你今仔是安怎？是毋是因为叶正义的代志，你感觉对我真袂得过？所以你在搞我乐。好啦，卖讲这啊，来食饭。行。干嘛去？喂，香里。哦，好好好，我随过去哈。小代志啊。临时来一个大客户，我需要过去做简报。你若是巴肚枵，无你先去食，卖等我啦。无紧啦，我巴肚无啥枵，无等你吧，好。好啦，袂等我钱哈。等我。较早我拢常常在讲。要好离婚幸福，啊！不过即卖咧，离婚伫个事业上已经渐渐有成就啊。啊，我阁是一个小小的业务员，是要到什么时阵，我才能实现我对离婚讲过的诺言？来，今日这套你尽量啉，你干杯，我买单。来，安总。嘉兴啊！哎，你想伤济啊啦！你无听人讲过哦，即马啥物拢起，就是薪水无起。啊，搁再讲啊，我的头家搁是土豆人，伊无考进修，就阿弥陀佛，搁想要请薪嘞。无你要请我啉酒？我是要感谢李刚哦，替阮三姐三姐夫去用我一因解水救情啊。原来是这件代志啊，这根本就无啥。那也无啥。哎，你遐讨厌叶真理呢？不过为着正义甲公理，你愿意站出来讲话，嘿，这真了不起呢。我再讲啊，你嘛知这件代志背后的双镜人是恁爸爸，你愿意跳出来，大义灭亲，这种精神哦，真使人佩服。下面叫做大义灭亲，你够白吧？带你用酒洗面哦。我敢讲唔对？当然啦、啊，我讲是迄种伫后壁出卖家己爸爸的人。哥再讲，我这摆去啊，也不是要替叶正义求情，是外国拖累你甲三姐因。好啦好啦，不管你安怎想哦，我拢要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正义感，让阮二姐、三姐，甚至阿公婆，会当暂时化解因误会。哎，安尼讲起来，你当算是大功臣嘞，所以今日我欢喜甘愿做你的盼啊，和你讲，反正就是要你莫爽。这是你家己讲哦。Waiter， 再来一首。哇，一开始就再一首，你唔听袂到中场休息就跑落去哦。好唔行啦，我有够诱人来啊！等下有人替我啉。有谁啊？工人人狗。珍妮。兰姐，谢谢。叶珍妮。恁家的一直甲我缀条条，到底是不是送啥？是安怎？你袂用再记，呀？
要跟什么人去面，那是我的自由，谁让我不应该去面啊？哼，安尼真歹势啊！阿嫂，你鞋臭是放屁！哎，你两个鞋臭啥哈？两个查甫人欺负一个查甫囡仔，你穿裙的啊？两个安尼去啊？有话好好讲，你这气头倒是真歹看嘞！谁阿变的啦？你是无看阿杰办大事了啦？这无你的大事，你上去拍个表，较袂着性啦！这位小姐是我的朋友，你应该是拍落去，较袂流鼻血哦。好啊，看吼，到时谁流鼻血啦？哈！遐两个物件囡仔，是不是阮爸叫来？我知你歹势讲啊，也毋过其中一个小混混看到我，就警告你，叫你莫甲我见面。迄就证明讲，伊是阮爸叫来。谢谢。其实嘛无对安怎，而且这嘛是我家己做得来，伊就莫讲我哄恁爸爸。对了，珍妮，西西有替你去跟我姐夫解释过啊，已经证明你有无？我听恁三姐夫讲过啊。西西，真正就感谢你的。之前我咧伤害你的家庭，结果在我上危急的时阵，是你出手来救我。甚至连三姐嘛是安尼甲我斗相共，我真是感谢恁两个，想着我较早做诶代志，我咧感觉足可惜诶，我真正有够自私。你莫误会哦，我毋是咧求你，我是咧弥补阮爸所做诶亏心事。啊，毋过搁再安怎讲，你可是我诶恩人啊，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好好报答你诶。搁再讲啊。我去下洗手间。其实 ，Cici 外表看起来是这样的个性，大辣辣啊，情面。其实心内哦，是一个真暖心的查某囡仔。是啊，我拄识识伊时阵哦，我感觉伊超野蛮、超任性。不过你想啊。这个世间哪有遐暴力查囡仔？我卡袂着去卡动手。是个师姑才知影，伊安尼做是暗藏心内不安啦。其实事实哦，足善良的。你是笑啥？文杰，其实你足介意事实对吧？我哪有啊？你唔通误会，阮袂输哥们两块呐。哥们，也唔够我尴尬，恁就素配，就素配，是啦是啦，就素配啦，配我做伊的沙包会出气啦。啊，感情本来就是安尼啊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啊，久啊就做伙，敢不是安尼？我听你安尼讲，我袂输变虐狂同款啊，我看我来看心理医生啊，来，我敬你。其实事实哦，伊是一个内心嘛有真敏感、真善良的查某囡仔，爱嘛真脆弱。伊嘴无讲，也毋过伊知影爸爸做诶代志了后，伊受着打击真大。我想讲，伊即马住伫恁家，爱着好好照顾伊。若是有机会，就开炮伊听，妈还有啥物代志拢有伫心内。这我知啦。哎，你拄则咧讲啥？啊，
啊，到底讲你常常拍我的代志啊，我告诉你解释，虽然讲常常拍我，不过是打在我身，痛在你心。其实你最不甘的。你无聊啊！今天的代志已经解决，我想来走。谢谢，不过再见啊。啊，你别继续留落来好啦，我想来走啊。谢谢，等我一下。 对我好诶，西瓜菜都看你平常时要点点个食，我给你。嗯。来，请慢用。哇，阿姆真好诶。对啊。来。哎，你拖什么大亏？ 怎样？一直解释讲，是叶正林在跟阮爸哥哥弟，即摆才知影，是阮爸在弟啦。爱袂着，搁用BP的手段去陷害人，想着着有罪。你卖有罪啊？你是派得出好顺的啊？好的。三姐，三姐夫，等来哦。三姐，三姐夫来，食水果。是贵。好。三姐。 阮拄则，我叶正林见面，伊讲的真感谢，你提供袂哦。即卖上重要的，还是咧请思思，恁两公党的，叫伊厝边看迄三千万的代志是要安怎处理啊？丽芬啊，你莫叫思思啦，我相信伊即马嘛是尽量咧找因爸。思思，我嘛毋是一直要逼你啊，是建宏伊伫咧二姐甲二姐夫的面头前，当庭看挂保证，讲伊要担起的责任啊。 若无赶紧甲工党的找出来，叫伊家己家代志处理好清楚，恐惊真歹，互人一个交代呢。我了解，三姐三姐夫，今年这代志哦，是阮爸误出来，我一定想办法叫伊出面解决。假使讲伊若毋肯出来，迄个三千万，我会想办法去总结向二姐夫伊。谢谢，这好啦，三姐三姐夫。 我先登去房间休困啊。谢谢。王玉条坐得住啊，这件代志不是你做的，你根本就免担。想叫我是伊的查某囝。大家注意。 黄金曼特林，你看来，阿爸阿妈呢？哪无看到伊呐？伊拢出去啊啦，一人行一路。啊，因到底是安怎啊？恁拢无甲问？啊，因两个拢共款啊，问一句应半句啊。啊，真正的问题是啥？因拢毋甲我讲啊。我本来就是讲。 爸伫外口有查某，妈才甲爸去冲突，想袂到竟然是为着卖小妹。哎，这讲起嘛真奇怪呢，是安怎爸妈这三十年来，拢毋捌甲你讲有这个阿姨？因是有真大冤仇，啊若无妈甲阿姨，那三十年来拢无伫来往。爸妈若毋讲，谁会知？ 伊若毋讲，咱会去找阿姨问啊。是，咱即摆着去病院找阿姨，问一下清楚好无？爸甲妈若知影，敢会生气？咱去看阿姨，这理由真正当啊。啊，搁再讲，爸妈嘛毋知影，咱去找阿姨问啥？因一定有啥物冤枉啊。咱若无去甲关心，爸甲妈着继续一人行一路。 咱若知影问题出伫咧倒位，无定着，咱会用想办法，互因恢复感情。啊，若无你敢要看因住同一间厝内，敢若找阮人同款？好啦。
赶紧把他来去。阿姐，爸爸呢？你拢无伫个啊？有啥物代志哦？啊，无代志啊，我应该才来哈。哎，最近等来。阿爸真有可能去病院看阿姨哦。阿姨？是啊。妈有一个亲小妹，人无爽快，即马住院。因拢无甲伊讲。那有即款代志啦？大姐，你哪有听讲妈有一个亲小妹？唔捌啦，我嘛是即个才知影的。啊，我甲恁大姐啊，拄好要去病院看阿姨啊，要做伙来无？唔好啦，我甲恁阿姨也无见过面，常常走去病院看伊，安尼敢会伤过实嘞？那也是累啦，咱做事实去看阿姨，这是应该啊。那是什么累嘞？爸妈拢无甲阮讲过迄个阿姨啊，我无抵抗，是无希望咱这事实甲阿姨有啥物交叉。啊，你媳妇甲媳妇，那会知影爸妈无希望咱这事实去甲阿姨有啥物交叉？啊，敢讲你是知影啥物代志？我明仔知影啥物代志。你问雷锋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啊？拢无来讲，是讲啥啦？爸甲妈为着阿姨的代志，最近常常去冤家啦。阿姨是啥物代志，和爸妈去冤家？我嘛唔知影啊，我甲问，伊拢唔甲我讲啊，所以阮才想讲去病院看阿姨，顺便问看到底是啥物代志。大姐，爸妈冤家不一定是为着阿姨的代志啊。啊！你雄雄走去病院找阿姨问东问西，啊！你家想过总部？是。啊，不要紧啦，我嘛跟你讲啊，啊，要去看唔去看又在恁啦。是唔通讲我甲心怡去看阿姨哦？恁无对着恁，才爬起来跳讲，阮是伫假友好，安尼恁就是伫说家己的嘴皮啊。大姐，迄阿姨住倒一间病？俊娘，你若要去看阿姨，甲阮做伙来就好啊。俊仁，咱卖去啦。是安怎卖去？你唔是讲咱较侪关心爸妈，今麦多好，厝内向招出一个阿姨，爸妈阁为着这阿姨在冤家。在这时阵，咱阁较关心爸妈，去看阿姨。无，得让大姐伊先去，咱这个找时间过去啦。我就是要甲伊做伙去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恁翁阿婆早早参详，阮先来去吼。啊对。啊，出去的时阵，爱记得把阮的门关好，吼。大姐，我伫外口等你。俊仁，谢俊，连去病院都要塞信的啦。心情，讲伊是安怎对待咱的，
前跟你好势，真正想要忘过伊。爱家第一点啊，还是真用心在做。过去咱两个遐尔对不起，今仔日伊做甲安尼，我已经足感激的。长期话，阮也是姊妹啊。所以，不管是生还是死，我拢免甲准许小姐会叫我一声妈妈。我看到恁安尼，我搁较袂遐尔自私，甲恁真无简单维持落来家庭破坏掉。你是不是？要在你手术之前，我还要做记者的。不要呢，为了这，为了准许未来幸福，我免搁搁准许小金啊。因为准许只是妈妈只有一个，就是这这。医生研究过，等我回去，我得接受治疗啊。你不等？是啦，我话你替我订机票。不过，你得甲准还要见面啊，那你等伊，敢是真危啊？今晚若甲开门讲，我已经甲准还食过饭，恐惊引起无必要的问题。姐夫讲有一位段阿姨要来甲看一下，所以我得甲大姐姐夫做伙来啊。啊，互恁大家拢为我走来遮，实在足歹势。这是应该啦。俊良，恁之前见过面哦？无啊。有啦。
爸之前有约我甲伊食饭。是啊，是时间无拄好，甲阿姨无食到饭。啊，不过后来地方有安排，我甲伊食过饭。是安尼哦，哎呦，啊，俊仁，我唔知啊，你甲阿姨已经见过面啊，我搁一直甲你讲，咱有一个亲阿姨伫咧大医，吼，我实在吼，真正吼足加薄的吼，你知影就好啦。哎，啊，对啊，啊，俊仁啊，啊，你甲阿姨见过面啊，你哪会叫伊吴阿姨啊？啊，就爸甲我介绍讲，伊叫吴阿姨啊。这就足奇怪啊！哦，哎爸，阿姨是嘛亲小妹，你哪叫俊仁叫伊吴阿姨？这个我都三十年哦，无当来台湾啦，我见恁会感觉足奇怪，我们就爱恁爸爸介绍我是吴阿姨。哦。原来是安尼哦，阿姨啊，你太客气啊啦，吼，安尼啊，阮家是细哦，叫是你是外人呢，啊，对了，爸，你要请阿姨食饭哦，啊，时间无拄好，哎，交代我甲心仪啊，啊，你无甲阮讲，啊，等到何地方请阿姨食饭，安尼我甲心仪对阿姨会就是礼啊，哦，不会啦，你唔免客气啦，啊，因为我都。拄好甲俊贤因住同一间饭店，啊，所以着讲着想煞约我食一个便当啦。哦，安尼哦，阿姨啊，啊，丽芳安怎甲你熟识啊？是进前有一摆，阿姨伫个饭店门口摆倒，小甲俊贤甲扶起来，所以我甲阿姨有去过面。是啦。我这身体哦，是足害，啊，常常安尼头晕目暗，啊，都有一届，都好佳哉吼，拄着丽芳甲俊贤因啦，俊贤，来，应该哦，实在多谢您啦。阿姨，没啦。迄当阵哦，我阁唔知你是我阿姨。阿老婆，我出来咧陪伊做咧详细检查，啊，身体不要紧无？我不要紧啦，俊贤，我看到你真尔关心阿姨，阿姨就欢喜的。阿姨，你莫安尼讲啦，你安尼讲我真的真歹势。进前在饭店门口拄着你。你讲利用人家币，我拢记住咧。后来甲你食饭时阵，我有临时有代志先走，实在是真歹势。你别那得讲啦，我知影你足无闲的，是我较歹势。阿姨啊，哇，听你安尼讲，你一直拢真暗忙，甲俊仁见一下面吼。啊！迄个时阵，你唔归去，甲伊讲你是伊的亲阿姨，安尼俊贤就袂拒绝你啊。啊！到迄当阵，我也唔知影俊贤是啥，是听你爸爸讲起，我才知啦。哦，哎呦，那是安尼阿姨啊，你就应该来阮家行行坐坐，到阮家试试熟悉一下嘛。是啊，阿姨，啊，你即阵转来，哪会拢无去找阮妈？我听恁爸爸讲，恁妈妈足无闲的，想讲卖去教教伊啦。啊，不过，阮听阮妈讲哦，阿姨之前甲你有淡薄仔口角，阿姨你到即马是毋是阁毋肯原谅伊？坤仁，妈有要讲啊。爸，坤仁是好意啦，妈确实是甲阮讲三十年前，伊甲阿姨。有淡薄无欢喜啦，阿宽爷意思是讲，咱应该要趁阿姨即个转来的机会，可劝伊家门啊好好啊。姊妹啊，无代志啦，
我袂想啊。凯文，我来甲你讲啊，心怡，啊，就是迄当阵哦，我细汉的时阵，啊，你妈妈比我较贤读册，阿妈人较水，所以我自细汉就就怨妒伊的。其实这嘛无啥，啊，亲戚厝内底人，家门啊拢是安尼，敢毋是？啊，那是安尼阿姨啊，你搁较应该哦，来阮家坐一下嘛，甲阮妈食一下饭，开一下讲的。啊，若无阮爸爸哦，最近常常为着要靠近阮妈，哦，闹甲两个咁要气冤家呢。冠英，爸，我知影伫这个时阵哦，甲阿姨讲遮是有较实在啦。啊，不过只能讲。心怡嘛就烦恼你干妈，会继续一直弯落去，所以今仔日我才不得已，趁这个机会，甲阿姨请教一下。阿姨，啊，假使你若无方便去阮家，我会用请我妈过来。啊，唔免啦。阿姨，这是你教阮妈，恁家门要好好上好的机会呢。没有关系，我今晚吼，大家就听我想要去。你都先出去者，我还休困者，啊？阿姨，太衰嘞，叫阿姨啊，以后要休困哦。阿姨，对啊。伊讲哦，伊是因为甲俊贤住同一间饭店，才会约俊贤食饭。啊，不过爸嘛知影哦，是安怎拢无通知咱啊？是啊，今仔日见面哦，阿姨对俊贤啊特别关心，目睭一直抓伊紧紧看，根本就无甲咱放伫眼内。你无讲我无注意呢，即马想起来哦。阿姨甲俊贤讲话的口气甲态度，嘛无同款呢。我想这件代志无遐单纯哦。心怡啊，你别感觉哦，爸甲阿姨，因两个人敢那有啥物秘密啊？你想啊，妈甲阿姨哦，因两个人已经秘密啦，啊是安怎？爸甲阿姨，因两个人搁有联络？因拄则的反应，确实是有人干啥物代志，敢讲？哎，生意好啊，这是我家己要的啦。哎，还毋过你想看卖呢？啊，俊贤一日开洋搞，这个阿姨就出现了。伊敢是要来替俊贤主持公道的？妈甲俊贤冤家，搁较安怎讲，嘛轮袂到这个阿姨出来主持公道啊！照你讲是安尼无唔对啦，啊不过你敢有想，这个阿姨甲俊贤，若唔是阿姨甲月生的关系，唔是阿姨甲月生的关系，敢讲？你是对啥心意啊？爸。爸，妈你啊，去买一杯咖啡好不好？好了，多谢。
头拄啊，我唔准伊啦。伊甲讲是你叫伊来。是啊，我想讲啊，阮做事实，做伙来看下伊嘛是应该。因是不是应该来看师大？我安排啊。是啊。阿爸啊，你甲妈甲阿姨啊，恁到底是？你是漂漂人吗？我希望我讲话你肯定你心内。过去啊，阮顶一代有一挂无欢喜的代志，我拢无想要影响到尊严甲心理。你敢是有家己阿塞？这个代志啊，你蛮想关心。是啊，我知影。阿婆，心仪也感觉奇怪，伊会问我呢。你应该知影，什么话跟你讲，什么话袂跟你讲。你若破坏阮应该的平静，我绝对要帮你说。昨天啊，真紧就倒来阮杨家，恁两个人上好是好好斗阵。看阿咪，心意到尾要倒来，你就随便。好。俊贤上好真正姓杨，啊那无，我一定让你把话吞回去。是我甲你选择的命运，我袂怪只好啦。你紧，赶紧帮我订机票，如今如何？卡免担心过我，代志可发生变化。阿哥，这是我最后拜托你一件代志。
你哪个买遐尼侪物件啦？即摆厝内敢若我甲萱萱两个人呢，我哪里食袂了啦？啊，顶个你做炸迄葡萄，我搁冰咧冰箱咧。啊，你买电话叫我创啥？哦，阿德，顶边我来的时阵，灶卡敢若拍一拍电话啊？我已经换好啊。哦，阿无，等我再炸等你啦啊。唔免啦，拢买来啊，炸等你要创啥？啊！你即摆一个人住伫个外口，若是有物件歹去吼，甲恁厝头家讲，叫人来修理就好啊。你是毋通讲讲哦，家己去开钱呢？嗯，啊，惠弟这电火球啊吼，囥久也袂歹啊。啊，无先囥个啦，等若歹吼，就免开钱去买啊。我先来这物件，下月做卡吼。我甲你讲哦，你最近水果吼足贵个啊，你吼拿乌白搁买来呢？迄买伤侪物件吼。冰箱拢洗袂落啊！竟然嘛，啊！你即摆一个人住伫个外口了，总袂用个吼，干来食泡面啊，啊食便当，啊我卤一寡，你看，即鸡腿啦、豆干，啊佮有卤卵，吼，啊，互你炸顿食。等下要转去个过天吼。对啦，这是一个月吼，萱萱生活费，还佮原来个六月贷款。归去来饮好。